你刚刚能看到？你敢不敢靠近看？你敢啊？那我看你。哦，蜻蜓飞起来了！好，我保护你，我保护你。好来，饿狼魔蛋。那这是挑的吗？你选的吗？这你选的。这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大象拖鞋。哇，厉害耶！大象拖鞋。这是 Elephant Keep Safe 大象拖鞋。我是大象。这里有小字，你会念吗？你念。诺亚方舟的故事。诺亚方舟的故事。你看，它一个字要我点给你看。诺亚方舟的故事。这个字呀，那下面是英文字。你要英文哦，哦，好，你会英文哦，对。从前有一只什么大象，住在哪里？住在森林里。这个有点像老鼠。还有什么？蝴蝶，对，这是青蛙。这是什么？鹿。这是青蛙。这是什么？蜻蜓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就是蜻蜓，停在妈妈沙发旁边，那个就是蜻蜓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个。你要讲故事给阿公听啊！赶紧讲故事给阿公听。蜻蜓在那边，你自己看。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怕蜻蜓？不会啊，你自己看。蜻蜓就是那个，对不对？蜻蜓它停在那边，是不是长长的？对啊。蜻蜓叫 dragonfly， 我念一次。这里没有写到，他说他吃树上的叶子，饮河里的清水。他吃树上的叶子，饮河里的英文呢？好，那我念。He pulls leaves from the trees to eat。就是吃。我说阿公，我们一起看吧。And drank water。你们去找蜻蜓。来，过来吧。那你去找蜻蜓。来，让爸爸跟阿公讲话，你过来吧。不会打我的。我怎么不能？怎么不会咬人？不要去动它就好了。这是什么啦？你当选的哦。但大象不喜欢下雨天。来，喜欢下雨天。有一天叫一个叫诺亚。好，我看蜻蜓啊，我要继续往下看啊。你过去看近距离看蜻蜓。是怎么的啦？要不要？开水喝多少了？有一天。叫诺亚的来到，他说：“神告诉我，天将快下大雨，不会下很多天。”翻过来，诺亚制造一艘啊！妈妈，那不是蚊子吗？那不是蚊子，对，那个是蜻蜓，蜻蜓。对，里面有蜻蜓。对，里面有蜻蜓，蜻蜓在这里啊。
这有蚊子，那怎么？别看，过来未来光吃你笔。你拿一个米笔，新的米笔。新的米笔。新的米笔，拿给爸爸吧。来，我打。这是你啊，你在船上那个，这件衣服比较大。好，然后就一起下雨了，对不对？
下一次。转弯，转弯。歪了呢。